这里是里斯本的圣乔治古堡，始建于五世纪，这个部分是遗址。这座古老的城堡都是石子路，和其他地方没有两样，整个葡萄牙、西班牙都是这样类型的路，穿高跟鞋完全没法走。这是城堡里的展厅，先去展厅看一下就可以了解一个大概，然后再往其他地方去。 Castle de San George， 不太了解这是一个什么。城堡上了二楼以后的一个瞭望塔，对面还有很多可以过去，但是有点远。我旁边呢有一棵树，上面有很多孔雀。孔雀站起来了，要是能开屏就好了。还真的开屏了，但是我是对着它的另外一边。我看这古老的石桌有多厚重啊，古老的铜炮，上面写着年代是1824年。车轮是木质的，但是外面的是一层铁板。这是装炮的车子，这才是真正的到了城堡的下面。从那边可以上去，很快可以到近前了，从这儿就可以上城堡了。拾级而上，走在这儿还有点吓人呢，很窄，上面不让上了，只能到这儿了，后面拦起来了。那边有更高的地方，但是没有办法过去了。终于还是找了一条路上来了，上面是防御工事，一个小口子，可以从这个口子看出去打枪。这个位置是更高一点的掩体，终于走到了立着旗杆的城楼部分，但是我不想上了，地中海的太阳真的是很热。这里的天气很有意思，如果哪一天是阴天没有太阳的时候呢，就是13度，第二天有太阳的时候呢，就是30多度。前几天我被冻得够呛，可是今天好热好热。